化什么妆？我弄什么头发？我化什么妆？我弄什么头发？你喜欢咱的有一场很大的动作戏是意外戏，我们现在先到棚内去化妆去整理头发，然后再到外头去，出发。化完妆梳完头发，现在准备要出门了。刚刚特别闲，化妆师帮我上线，因为才去换脸。换脸走到哪里就是被打被杀的。现在眼神看起来是比较犀利一点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外景。喂！结果我今天戴头套，我化什么妆？我弄什么头发？告诉我你有没有在厕所镜子前面做过喜怒哀乐？现在我教你一个更好玩的表演初学方法，就是笑。你觉得笑很简单吗？其实笑可以分成很多种。苦笑，媚笑，噗嗤一笑，回眸一笑，奸笑，淫笑。微笑，干笑，傻笑，冷笑。仰天狂笑，试试看你还能做出几种笑。最终五四三二，那个谁，五四三二，老公啊，你七月半不知死活，这次是你咸着了。我跟你讲，等下入去目标就是要抢到那个囡仔的电脑，若是拄着反抗，就不免该客气。不管安怎，一定要把笔电抢到手，知无？是。我办公代志都让准过，但过只要跟一定有关系，就准讲天意公平，不然我照管，我网友都来动了。
你即摆应该知影一间小吃店，是无永远有个恶鬼经过大庙。你应该细路就细路，卖想要接近庙欺骗众生。那无，你的下场会足凄惨。到底是啥物仔对阮开枪？无道理啊！是谁会知影我带人来抢米店？你对阿强好未？那也无动静啊！对方敢只是想要警告我尔，啊，不过警告我，敢需要开枪？袂用阁丢丢啊！米店来赶紧抢转来，才袂有事尾。恁无受伤的，对我来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拢看头看面，你你是歹人，你们做什么歹代志吼？你若是想要活命，闪较远的。爱闪较远的人是恁啦，你走，我看到报警。出来，别话了，你莫当作恁人质，我就叫恁哦。你想要死啊？安尼我就成全你，动手。八卦，快滚！快滚！快滚！快走！走！那是前年。你这歹人，敢唔去走？以后你唔准再来啊！这朱丽萍那真歹剃头，看来一定要给处理掉，老婆，我绝对提高笔电。打车。走